俗话说术业有专攻，隔行如隔山。2017年，嘴炮康纳和梅威瑟进行了一场跨界金钱大战，当时的梅威瑟已经是退役状态，并且已经年过40，因此众多 UFC 全迷认为嘴炮康纳或许能够 KO 掉年迈的梅猴子。然而比赛结果却是非常的打脸，因为全场比赛嘴炮康纳仅仅只在第一回合有一个清晰的上钩命中，其余时间他几乎连梅威瑟的脑袋都摸不到，全场被梅威瑟各种戏弄和消耗。尤其是后半场，体力消耗严重的康纳被梅威瑟各种追着打，最终在第10局康纳被打得摇摇欲坠，已经到了无力防守的地步。裁判见状果断叫停比赛，嘴炮康纳惨遭 TKO。 康纳在 MMA 领域固然是一个拳击高手，然而当他来到职业拳击，他仍然有太多的欠缺。继康纳之后， UFC 的前次中量级冠军泰伦伍德利也加入了拳击行列。泰伦伍德利所面对的是一名非职业网红拳手，职业拳王打不过。意料，身为 UFC 前冠军的伍德利在这场比赛中打的那是相当的业余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打得完全不在点上。就在前两天，十年不败的前 UFC 羽量级冠军何塞尔多也来了，他的对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曾在 UFC 被他 KO 过的杰瑞米史蒂芬斯。好家伙，两位 MMA 选手跑来打拳击了。尽管两人都是 UFC 的顶级选手，但这拳击打得完全不像是那么回事。虽然两个领域都是用武力说话，但从这么多的跨界表现来看，还真就不是一个概念。这场比赛没有 KO 也没有击倒，最终以平局收场。看了这么多 MMA 选手的跨界拳击之后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在 MMA 中以拳法见长的还稍微好一点，但那些在 MMA 中本身就拳法平平的选手，在拳击擂台上完全不够看。目前还有让多数拳迷保有悬念的一场跨界大战，没错，那就是维尔德大战纳甘诺。关于谁是人类第一重拳的讨论，维尔德和纳甘诺的支持者可以说是各占一半，但是有一点可以非常明确的就是，谁跨界谁就吃亏，毕竟规则不同，比赛方式不同，不知道你怎么看。